啦，喂，嗱，四点半钟咧，嗰只鹅咧又会见记者，咁咧据讲吓，咁啊，我即管咧就咁快收到风啊，系啊，收到少少啦。据讲系，唔该你戴口罩啊，系，大佬，你又叫我戴口罩，啱啱饮水嘛。系，唔好意思吓 ，friend 嚟噶嗱，咁咧就据讲吓，就所有人，所有人由内地翻嚟香港，全部都要隔离14日。所有人唔系净系大陆人，人哋未讲，你帮人讲噶。阿娥姐未讲，你讲四点半讲佢，咁你代表佢讲啊？我唔会代表佢嘅。如果你俾我见到佢，真系车巴过佢。唔会噶，即系你做烈士啊？嗱，有乜所谓啫？啊吓、啊，我帮大家出头啫嘛。哇，真系伟大！如果系整个立，整个碑俾你，73烈士之一系嘛？啊，真系一阵间四点半去记者会就讲新一轮嘅防疫措施，其中一样嘢咧就系隔离政策。咁咪即系不认不认都话人衰认啦。你话系咪啊？挤牙膏，挤牙膏。咁系做嘢嘅。你1月20号开始，清清楚楚啦，做人系咪？唔使搞到而家舐晒气啦。咁系啦，系嘛？唉，始终都系，即系斗下气先。系啊，而家人哋几好嘢啊！阿成哥一早就我哋准备咗一啲唔喺市区嘅酒店，系啊，清紧人啲房，系啊，吓清清楚楚讲，系啊，真系，系嘛，好啦，交俾阿班哥，好啦，唉，Jenny 啊，嗰间啊油面馆啊，嗯，哎呀，嗰间嘢真系几得意噶，嗱，咦，你冇睇少嗰间嘢喎，系，你有冇食过先？讲真，喺边度嚟啊？大陆啊，全中国都有，好似香港唔知有一间添，好似唔知，我唔知系咪。未食过，叫做西贝，呢个咩字啊？油面村咯。啊，你都识读喎、啊。啊，都有啲文化喎、啊。但呢种油面系好似系咪江西嘅定咩？唔系，佢呢个油面咧，嗯，系嗰啲山西嘅地方啊！我记错咗，系山西，即系近住蒙古。我都记得系西山西嘅，系咯。佢咁样嘅，嗯，佢咧就全中国有400间，咁少啊！哇，大佬400间，咪梗系少啦！一个城市都起码几十间啦，大城市系啊。以前你小肥羊都唔止咁样啦，小肥羊冧咗嚟噶，唔知影咗冇。系咁啊，系啊，俾唔知俾边个收购咗？收购嗰个惨啊，卖佢嗰个惨啊！就系你讲得啱，就好似小肥羊海底捞嗰啲咁嘅格局啦。佢喺商场，多数喺商场开。而家嗰啲友仔吓喷完人哋，唔记得讲啊！阿 Jenny 头先入嚟咁咪向我哋诉苦嘅，吓佢琴晚去旺角拍拖，唔系去旺角行吓，冇爆人啲私隐啊！系俾嗰啲便装喷佢。系嘛？系啊，喷胡椒喷雾、哦，你知道啦。阿 Jenny 嗰只眼咧咁会闪电啊！嗱，我唔敢讲吓，你真系学到奥地利人咁样，把口好犀利嘅。我点啊？我又冇奥地利人咁靓仔。嗱，咁唔系系嘛？你嗰种魅力咧，系奥地利人冇嘅。唔系啊，系啊。阿 Jenny 想讲嘢啊？唔系啊，系琴日咧，我行下，跟住突然之间啲便装咧捉住咗嗰啲年轻人摆，即系跪佢系趴咗个年轻人趴喺地下啦，跟住佢用个膝头哥系压住嗰条颈呢个位，最衰格就系呢一啲啊！系啊系啊系啊！大佬你两个讲系一对住观众噶噃，你两个讲晒，唔系啊，观众听到噶，听唔到噶，听到，我出咗街系啊系啊。跟住之後咧，就好多警察出咗嚟啦。咁、之後係警察噴嘅個胡椒噴霧，係好近我哋啲人噶。唔係佢係咁樣嘅，所以你俾支分配支電槍俾佢啊。佢嗱，佢電唔到你嘅。嗯。佢隻眼掂唔到你，佢揾電槍電你咯。哇！電槍好勁噶嘛，我覺得好冇人性喎、啊，你即係唔需要咁樣做啦，咪、你而家仲係有個武漢肺炎，你仲要繼續去傷害香港人？你話俾你聽，我係武漢人，你睇琴日嘅片段都成煩咯。你話我係武漢人，我噴啲嘢出嚟嚇。嗱，
你真係大眼識人啦。而家咧，你喺嗰七個男朋友裏面咧，做差佬嘅，你自己選擇啦。咩叫七個男朋友？絕孤七友啊！你估真係？你真黐線，你真係。我都想有七個啊！七有七個小矮人，你真係啊！真係。唔系，咁你翻要洗喎、啊？诶、有，唔系，我本身其实我掂都好少嘅，即系佢喷得好少落我只手度啦。咁我都唔系好怀疑啊，发到有少少红红地。你嗱，你唔好学咧，喺反送中运动初期咧，有一个港女咧就是，你咪送我翻屋企啊！吓嗰啲凶嗰啲警察啊，哦，嗰啲警察咧留难，佢又要搜佢身，又要成噶嘛，啊，又问佢住边度啊？你问我住边度，咪想送我翻屋企啊？咁样啊？哦，而家我先你咁样咧，你娇嗲啲抌地，唔买你冇听阿权讲，唔好尽量唔好行买算啦，系生日物品啦，系嘛？我唔知原来佢可以喷得咁无谓啊，因为点解咧？佢都而家佢都喐你，佢又唔性嘅。佢冇性嘅，點解咧？佢奉旨噶嘛，你好蝕底噶。佢因為佢冇話喂，你打咗我係有法律嘅制裁，佢冇嘅，唔使嘅。冇人制裁佢噶，就係咁簡單。啱噶啦，你翻嚟咧就話俾我哋知。如果你到時咧，你俾人噴到咧隻眼睜唔開咧，打電話俾我。我都睇唔到點啊，好嘛？唔係打電話俾我，咁我話俾你聽最近嘅廁所喺邊度。黐線。哎、好啦，哎，咁啊，班哥唔好意思啊，叉开你啲，你唔好教坏啊 ，Janet， 好唔好？唔该你。如果嗰啲喺度咧，系嗰啲咩景喺度咧，自己行开啲咯，算啦，无谓搞咁多嘢。你始终要生活落去噶，你下下同佢对抗，人哋有武器，你冇武器，你点打啦？唔系，就咁简单啦，勾你两嘢穿咗个头啫。咁咪无谓啊？咁啊系，有乜办法啫？系嘛？如果阿 Jan 啊穿咗个头，乱针就大镬啦。唔好乱噏，大家嚟试。要乱针噶，咁你染唔到头发啊？冇啊，你个伤，你额咁靓系嘛？穿整鬼啲额，我从来都睇唔到佢额喎，个头发遮住，旺夫噶。我而家同你讲呢度啊，大佬，四百几间分店啊，仲话少。佢嗰啲系连做几亿生意噶。唔系佢卖乜嘢？点解好似有啲柜位喺度卖嘢咁样？系啊，干面啊，方便面。唔系唔系，佢咧本身咧就系话卖一种叫做油麻。油麻咧就系一种燕麻啊，即系黑。而家啲人就话呢啲咧就可以降胆固醇，系啦系啦，就高纤维嘅，就健康食品。系咁，其实佢系卖呢碗面之中仲有其他嘢噶嘛。但系佢系初嘅初心咧就系卖面嘅，而家卖一卖下就卖埋牛肉啊，卖埋嗰啲其他即系咩羊肉啊都有。因为本身嗰边佢系佢个老细好似蒙古人嚟嘅。就开咗几百间啦，继续啊，嗱佢咧就咁样，系一牛九吃，哇系，有牛棒骨，系啦，即系嗰啲手骨嚟嘅，系啊，牛肋排，系啊，牛脊骨，系啊，牛脖骨即系牛颈啦，系你读啊，我睇唔到啲太远，咁啊牛窝骨，窝骨即系转弯位啊，系啊，牛肋骨。牛肋骨真系肋骨嚟嘅喎，肋骨系咪个 rib 嗰个字啊？系啊 ，rib 系。咁佢咧就喺门口咧好吸引你。啊 ，Jenny 有冇嗰个大煲牛肉嗰度啊？唔系系啦。哇系，就系咁啦。一入门口就有一个大蒸仓，就系有咁多牛肉。咦？喂，我喺巴尔干半岛咧，系见到有阵时有一啲咧，都系咁样一大嚿一大嚿嘅。系啊，成嚿咁样咧，一个人食嘅啫。系啊，哇，食到啊，真系。佢就咁样，你拣一嚿，譬如你话拣个牛窝骨、牛肋骨，咁佢咧就另外攞只碟俾你，就加热之后淋汁就摆喺你台面，咁你食得几多几多，唔够再整多嚿。哇，系犀利吓！但系佢话呢啲系即系蒙古人嘅食法，蒙古人啊，咁嗰个油面咧，其实就系山西嗰啲特产嚟嘅，就唔系蒙古嘅，但系佢因为好似话。
嗰度一出去唔知咩关咧，就到蒙古啦，所以就好出名噶嗰度嗰个地方、嗯、啊。啊、山西那度系啊，咁你佢系隔水蒸啊，定系点样样噶？就系咁样，嗯，佢已经炆好晒噶啦，嗯，哦，先炆咗先，炆好晒，嗯，入晒味先，入晒味，嗯，然后咧系咪用孜然粉嗰啲嚟整？系啦系啦，即系好似孜然粉啊，即系好似我哋炆牛腩咁炆啦，嗯，炆咗之后你啊拣边嚿，同你就帮你再切细件，就上碟俾你咁样，嗯，啊，但唔系贵喎，100几蚊一嚿。都挺好的，算抵喎，抵啊，系啊，100几蚊够算抵，同埋啲牛几好食噶，真系几好食噶，嗯，啊，你睇有冇嗰件啊？阿 Jenny 有冇另外一碟啊？嗱，系嘛嗱，咁一件咧，呢件系腩位嚟嘅，系啊系啊，啊腩位嚟噶，嗱，咁一件，咁啊叫做一件啦，佢帮你切开佢，咁你自己就啊，系，佢你讲得啱啊，另外有碟孜然粉俾你整嘅，必然的啦，啊、因为他山西咧近蒙古嗰头啊嘛，吓系用开孜然粉。系啊，你都知啊，山西嘅蒙古。次次用蒙古同埋新疆我都去过啊。真系啊？系啊，啊唔系，我蒙古冇去过，内蒙我去过。咁梗系内蒙先外蒙啦、啊。系啊，唔系外蒙而家系蒙查查嘅，唔系中国噶嘛。系啊系啊。啊。你如果你中意食肉就几好噶、嗯，又唔系贵，真系讲真的。嗯，啊，同埋个场面都几干净咯。嗯，啊，我等下同你讲晒啲先，讲佢而家个大镬啊！而家真系系分分钟过唔到关啊！咩叫过唔到关啊？继续先，好，继续 ，OK。啊，嚟下一张相，嗱，呢啲就系嗰啲啦。哦，喂，好似银针粉喎、啊。系啊，嗱，佢咁佢就系唔系呢啲咧？嗱，以前咧。有人即系用啲荞麦咧，都系咁样做呢啲嘢喎。系啊，粘麦啊嘛。系啊，其实即系荞麦嚟啫嘛，差唔多。但系荞麦其实系最粗嘅麦。系啦、啊，你日本仔咪荞麦咯。但系日本仔咧，嗱、嗯，日本仔嘅荞麦面咧，嗯，就系中国山西引进过去。系啊，因为咧荞麦咧系中华民族咧相当早嘅一种食粮嚟嘅。因为咧，佢系相当之喺贫瘠嘅土地上面咧，都容易生长啊！真啊，真系阿权哥真嗱，我先至声明，我真系冇急定。嗯，但呢啲就系权哥嘅学问嘅渊博啦。嗯，唔使我讲，真系你讲得啱。最早嘅粮食就系呢种燕麦，又叫荞麦。系啊，就系嗱，但系咁，因为咧。佢系喺好贫瘠嘅土地都可以生长，系啦，成为咧嗰度嘅主粮，但系仍然咧唔系穷人食得到嘅，系，而且咧佢因为真系太粗啊，系啊，咁咧佢系好饱肚嘅，嗯嗯，但系佢引进过去咗日本之后咧，日本人好嘢，改良咗，日本人咧除咗改良嗰个品种之外咧，佢。怎样去打那个麦整那个粉呢用了很多的心思去研究。怎样令到个荞麦呢是没那么粗糙的吃起上来。虽然你现在都觉得呢荞麦面呢日本的荞麦面呢都是梗是不及得乌冬面啊不及得素面那么好吃啦。但是相对上滑很多的啦。喂大佬。你去吃那些荞麦那些冻面咩面那些成嚿水一碗噶，系啊，就咁俾一啲豉油汁、煎鱼汁，加啲葱粒，系啊，加少少呢个。呢度你知一碗几钱啊？10-20蚊咋，大佬。但系佢真系改良得好好。嗱、啊，据讲咧，佢喺嗰个干嗰个面团嘅时候咧、嗯，即系要揾嘢压啦碌咧。是用了很多功夫，系系吓，咁咧就真系将佢咧，将荞麦呢样嘢推到极致。佢话日本人，佢话佢呢种荞麦咧，系正常麦，即系嗰种麦粉嘅9倍嘅营养，即系个维他命。系、嗯、啊，好犀利噶。你讲咧，因为嗰啲人穷啊，山西，有碗荞麦面食已经好开心啦，即系有麦有面已经，即系救命啊！嗯、我叻唔叻啊？你唔系叻，你系通才啊嘛！嗯，多谢，系咪啊？你唔好霸自闭啦，啱嘛？嗯。
啊，喂，佢啲就賣好嘢喎，但我覺得係幾健康啊，食落去係咪啊？嗯，啊，即係個口感咧，好健康㗎，因為咧佢係都算係高纖嘅，高纖嚇，咁咧即係對個腸胃啊都係好嘅，同埋佢呢個機構有度好喎，嗯，佢嗰啲員工好後生啊，嗯，我問佢咧，佢話原來佢哋有啲叫做自己嘅培訓學校啊，嗯。即自己培訓翻啲人出嚟，所以佢啲人咧比較後生啲嘅，嗯，即唔會話你香港啦，你知啦，啲酒樓嗰啲啊，嗯，乜嘢人都有去做得，佢唔係佢真係個幾專業嘅，講真，係係係，啊，繼續，仲有冇啊？嗱，呢個就係嗰面啦，唔係似狗仔粉或者銀杏粉，係啊，就係咁啦。但狗仔粉咧係要煮到溶溶地咁樣噶嘛。但我唔中意食狗仔粉，我都唔中意食一撇咁。係啊，清清楚楚嘛。啊，狗仔粉咧係直情咧係將嗰啲冬菇啊，你咩肉啊咁樣咧，佢最衰個粉嘅本質咧係溶溶地啊。狗仔食啲好似食啲糊仔咁样，系啊，我真系唔中意。好似以前咧，百德新街后面有间开过，后屘唔见咗。喂，百德新街以前咧喺惠康隔篱条巷仔里边有卖潮州粉嘅喎。惠康咧同呢个朱城啊嘛，系啊，朱城系啊，嗰度有条巷仔系好耐啦，几好食嗰档潮州粉，好耐以前，冇咗二卅年都有，起码系啊，而家惨啊嗰度。系啊，点解？阿萧公子咪开间嘢蚀几亿啊，大佬！哇，未必系佢钱嘅，我唔知道上市公司系咪上市啫，即系左手冚右手啫，就做个录影咩卖影碟卖嗰度啦。哦，嗰度以前个牌系朱城酒楼嚟噶嘛，你唔记得啊？系系系，成个酒楼系朱城酒楼大酒楼，好出名嘅嗰阵时。越大越大镬啊嘛！佢直情将朱城酒楼嗰啲楼层拆通晒。嗯，你有冇去过先？去过，点会唔去过？佢直情打通啲楼底啊！你明几层打通？唔知使唔使复原啊？复原就大镬啦！要啊，复原咯。唔系啊，系啊，你点会唔使你复原啊？尤其是咧，酒楼做过之后咧，好多老鼠。佢唔系做酒楼，佢做嗰啲影带又咖啡室又剩咁样噶嘛 ？HMV 啊 ，HMV 咁你好啦，咁你复原翻咪就好大镬。但系佢本身佢唔系去做 HMV 咧，佢装修少嘅啫，佢由到个顶灰色嘅。但你拆咗嗰啲楼板，即系嗰啲楼层，嗰啲好简单啫，好简单噶。系啊，啊啊嗱，哇，系佢唔系白嘅，唔系佢啲色系咩噶嘛？嗯，佢啲油面嘅色唔系白色噶，系好似直情荞麦面咁嘅色噶，系一样嘅。嗯啊，但系我呢啲十零蚊啫嘛，你成百几蚊。十万嗱，呢啲咧真系要靠个汤底。系啊，呢个汤底咧有少少系似落咗味精。哇！我咁样望落去，似系落咗味精。下次邀请你去啊，系咪啊？唔系等中山重光之后啦，冇疫症之后啊，大佬。喂，上边真系冇晒生意啊！我而家唔翻得去啊。哦，唔系冇晒生意啊，系唔俾做生意啊。所有嘢啲同公众有关嘅都要停业。喂，而家仲咁样样，由今日开始咧实行呢个珠海实行呢个小区管理制，系啊，唔准探人出入，你要咩？我头先休息嗰时，我朋友发信息嚟啊，佛山啊，系佢话咧，嗱，你唔俾出街，你去市场咧买嘢要探热，即系你入市场买嘢啊，仍然要填表。系哇，填表冇人睇嘅，填咗之后嗰啲表，咁佢要做嗰个手续啊嘛。系系系，佢问我哋，我话我话暂时未有，即系未去到呢个地步，佢哋已经即系证明咧，真系要严阵以待啊。系系系，唔系净系武汉啊，系全个中国，我谂系。而家直情系啦，其实咧实情系好大镬，好大镬，吓三号嗰时已经通过咗美国咯，将美国一军啫。咁你通过咪冇用噶？你自己截唔到源头嘛？通报俾人自己唔讲，呢啲咁咪害死人咯。好啦，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啊。